一，给金毛洗澡，首先要准备好以下物品：金毛专用的沐浴露、擦水的浴巾、吹风机或者烘干机。二，用温水将狗狗全身的毛发打湿，不要遗漏掉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，如腹部、腿、屁股，先将部分灰尘冲洗掉，避免用冷水，防止感冒。金毛洗澡水温最适宜的温度是35至38度左右。二，再将金毛专用的沐浴露用发泡网揉搓出泡沫，把泡沫涂抹在狗狗的毛发上，轻轻揉搓3至5分钟。三，用清水将狗狗毛发上的泡沫冲洗干净，清洗的时候注意不要让水、沐浴乳流到金毛的耳朵、眼睛、鼻子里，洗之前在金毛的耳朵里塞上棉球。四，用吸水毛巾将金毛身上的水先部分擦干，再用吹风机吹干，最后用梳子将金毛毛发梳顺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狗狗在接种疫苗期间禁止洗澡，避免金毛出现不适症状。